你这是在唱歌吗？我一腔英勇的你往上不能下降，地狱魔音啊！家人们，我耳朵怀孕了。其实这一期视频不会像大家想的那样赏心悦目，更多的是折磨，好吧，让你们感受来自地狱般的这个痛苦。如果看了这期视频感觉到迷惑的话，谁还能把问号打在更名上，好吧。没错，咱们今天这期视频又是个土味视频，土味擦边球，老样子。还有这个，哈哈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好吧，开开心心找到男女朋友啊！我们这期视频点赞过5000，咱们就光速更新下期。哎呦，什么怪叫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Holy shit！ 什么印度擦边球吗？啊，放个冰块，怎么就开始跳起舞来了？动不动就唱歌跳舞是吧？觉得第一个视频大家应该就觉得迷惑了吧？啊，把问号打在公屏上。我喜欢一个妹妹很久了，她现在正在看我的。说谁妹妹了啊？说谁妹妹了啊？说谁妹妹？虽然我的粉丝们天天说我是骚灵，作品，她还在看我的作品。嘿，站着干嘛呀？说的就是屏幕前的你。行行行啊，我不想说什么脏话什么。妹妹，点亮，加关注，哥哥就会私信你一段悄悄话哦。你不要不相信吗？你可以试一下吗？我就不是，我气死你！我就不是要你气我。话说他这个动作真的好魔性啊啊！哇，这个不太好吧？不好吧？这样没有脸红，耳朵也没有红啊！不要在那说，再挪一点点，你那个屁股都露出来了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擦边球，未成年不要看了，好吧？未成年赶快退出视频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怪东西啊？新拉面，好久没吃方便面了，今天煮一包新拉面，然后是香。你吃面就吃面嘛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这是什么？那个失传已久的男性郭老师吗？啊，这个骨牛肉味的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有加了好多料。哎，这小家伙长得眉清目秀的，这么多肥牛，然后啊，面条啊，好诱人。里面还放了，就是说不至于，真不至于啊。说实话啊，比起看他，我还是更喜欢吃个塔。妹妹，后面是你爸爸还是你什么人？你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不是，后面那个叔叔他拿手机突然弯小腰，是想偷拍这个妹妹的背后吗？这什么娃娃鱼？怎么感觉好像娃娃鱼啊？老婆，我回来了，老婆。老公，啊，是干嘛偷情是吧？门外听到房间这么大声音，什么声音啊？我刚刚在打老鼠，家里有一只好大的老鼠。对呀。啊，我今天给你买个鸡，老公。老公，你太好了，真好。什么武大郎和潘金莲是吧？对呀。可以了，这质量怎么样？质量你放心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这都能扭走。这是菜市场的大钢刷。这都能扭走。左刷右刷，左刷右刷，它不起皮不炸皮。武大郎和潘金莲在线带货，哇，我只能说绝中绝。不是兄弟，这么小就开始学习歪嘴龙王是吧？沙包一样大的拳头见过没？哇，这美颜拉的有点多了。哇，这个眼睛好大呀！我感觉这个美颜有点过头了啊，就感觉有点像是玩偶了，那假人懂吧？眼睛还贼大。你们的男朋友会吃人吗？男朋友还吃人？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。什么吸血鬼啊？他女朋友是充气娃娃吧？假的吧？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，我为你的小梦圆无趣。不是，咱就是说，谁家的男朋友这样啊？跟个变态一样。哎呦，这不是我的那个谁？哎，你米娅没？哎，干！别嘛，别这样嘛。我的爱你米娅，爱不能只靠感动啊！失控，爱上你的我，失控，请不要走下
我靠，妹妹，你这是在唱歌吗？我一腔英勇的你老嫂不能下场。地狱魔音啊！家人们，我耳朵怀孕了。就是姐姐，你把我们在座的各位全唱的失控了，你把这歌唱的跟便秘一样，这不叫有感情，好吧？这不叫有感情，我也会唱啊，我也会。爱的魂儿。我靠！哎，哇，这也太牛了吧！就为了打擦边球不择手段啊！妹妹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不动你的那个歌，不动下面吗？下面不觉得冷吗？不觉得冻吗？直接坐在雪地上面，哇，这太狠了！打个擦边球啊，还挺敬业的啊，咱们只能说，不知道在看视频的各位啊，有没有看到最后啊？我送你们一句话，年轻人不要太。